你这个怎么不像？水灯哎，希望站，希望站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水灯哎，水灯哎，对，然后写了愿望之后，它就会飘走，就会他们就会收到你的愿望。谁？就是神之神的愿望。然后。这次出乎我意料之外，那我觉得带家人去那边是一个就是还蛮特别的经验，对。所以如果明年还有的话，我还希望再带他去放一次。我都觉得就是非常感动，然后那个画面很美丽这样子。希望演哦。还有。别！好好，那你坐着。